我扔，不好，怎么刚开始就扔中了零分？大宝零分，零分大宝只有白开水。什么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哈哈哈，大宝，你太菜了，还是让我投吧，我一定能投中100分。哼，小贝，你也是投零分，才不会投100分呢。我扔。小贝，你也只投了80分，还没到100分呢。那我也比你投中零分厉害。80分，小贝，今天的饭菜是红烧肉、酸菜鱼、大闸蟹。80分的饭菜竟然这么丰盛，100分一定更好了。我要投100分，我升。怎么投中了50分？50分，小雪，今日饭菜是红烧肉、青菜，有肉有菜，好像也还不错。老师，我一定能扔到100分，我来扔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扔到100分了。哈哈哈，熊妹，你还是没有投到100分，球掉到0分了。我就是投到100分了，是球掉了，应该算100分，不能算0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熊妹应该算100分还是0分呢？认为算100分的发送111，认为算0分的发送222。我看见小朋友们发送的了是222。熊妹，你还是和我一起喝白开水吧。好吧，开始吃饭吧。喵喵喵喵，太好吃了。熊妹，我们真是太可怜了，只能喝白开水。接下来投球决定暑假作业和暑假天数，不过本次转盘更换。哼，我这次一定要投中特等奖。没错，特等奖一定是最好的，如果是没有暑假作业就更好了。我要先扔，我扔。耶，太好了，是1等奖。1等奖是没有暑假作业。耶，我没有暑假作业了。不过暑假要补课。怎么还要补课？小妹，你太可怜了，我要扔了，我扔。哇，小妹，你只扔中了3等奖，你要有暑假作业了。可恶，老师，3等奖是什么？3等奖，作业时本，放假天数30天。啊，作业这么多，怎么放假天数还这么少啊？嘿，小贝，还是扣我大宝的厉害吧。我扔。怎么只扔到了2等奖？2等奖是作业1本，放假40天。耶，只有1本作业，比小贝10本作业好太多了。可恶！到我了，到我了，我要来扔了，我扔。小雪运气也太好了。老师，特等奖是什么？特等奖是没有暑假作业，暑假放假天数是60天。这也太好了吧，正常放暑假还没有暑假作业。我太幸运了。不过小雪，你暑假还是有任务的。什么任务啊？任务就是你要帮助大宝小贝完成暑假作业。嘿嘿，小雪，你就是我们的小老师了。小雪老师好。老师，那我呢？熊妹，暑假我要给你补课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现在开始放暑假了。耶，放假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